小心，爸。四姐，你是在这家公司实习的吗？嗯，那姐姐你也在这上班吗？明天见，拜拜。总裁，您觉得这家分公司怎么样？优点很突出，实习生质量很高，给我在这家公司安排个新的岗位。总裁，您这样昏庸不太好。我都把公司开到世界500层了。 解决一下个人问题，怎么了？接入职的电话。抱歉，不好意思。嗨，雪心啊，是你啊！看来咱俩都在这家公司实习，那以后我们就相互帮助，抱团取暖吧。嗯，这不是我大学的风云席卷，刘美好吗？听说被我挖墙脚后，你一直都单身，这么老了还没人爱，真可悲。那你倒是挺环保，捡个垃圾当城堡。刘美好，你敢骂我男人？有我在，你别想动他。 这份项目方案明天总裁就要，给不到你们俩都被开除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这个项目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被开除的。哎呀，这么多资料要整合呀，看来漫漫长夜，我们要一起度过了呢。没事，姐姐，我去给你买咖啡，我们一起加班。总裁，这个项目合同需要您签一下。扫兴，区区2000万的合同还拿来给我看，耽误我和小鲜肉约会。 安刘特助，谢谢你鼓励我这个新人，我一定会加油努力的。刘特助，小罗，我很看好你们哦，加油！那我们开始加班。哎，小心，没事吧？嗯，终于做完方案了。姐姐，我去给你买早餐。嗯，方案不错，但现在归我了。 你凭什么抢我们的方案啊？就凭你上不了台面，又脏又丑，下周跟客户的重要宴会，我看你这皮肤又黄又起皮，宴会穿晚礼服，烧吓死谁啊？还有一周时间，话不要说的太早。哼，你说的对，我一定要狠狠打热脸。哎呀，宝，快救救我！我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去做护理。你看，我这皮肤又黄又疙疙瘩瘩的，怎么办啊？我下周还要穿礼服呢。忙啥呢？忙着跟小奶狗谈恋爱吗？那。 这个是水之扣果酸沐浴露，有6种果酸，而且呀还能温和剥落你的老废角质，快去试试。嗯，哇，死皮都不见了，摸起来很光滑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水之扣美白身体乳，用了14天就能管到效果了，而且里面还有5%的烟酰胺抗糖，比面部美白精华加的都多，还能抗氧，把身上黄气全都扫除了，不仅白，还要白的有气色，这么管用？对，而且它一抹化水也会粘，每回洗完澡啊，把几分钟时间涂下。 你看，白白嫩嫩，信手拈来，你不是下周要参加晚宴了吗？现在开始，早晚都要用。有了这个组合，下周宴会我要闪亮登场。哇，好白，好有气质，太美了。姐姐，你真漂亮。罗美好，你们俩还真厚脸皮，总裁马上就到了，你别在这丢人现眼啊。保安，你今天还真就赶不走了。 怎么回事？刘特助，他们来宴会捣乱，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小罗，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小刘，不用再装了，就凭你也配站在这儿跟我们总裁说话？总裁，你被开除了，你有汗你啊！我老公已经拿到行业巨头一豪集团的 offer 了，他养着我，我一辈子都不用工作了。再见。一豪集团不会要你老公的。你一个臭实习生，你说不要就不要，你谁呀？ 老公，帝豪集团把我开了，臭娘们，你得罪谁了？你到底是谁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宣浩，帝豪集团唯一继承人。你是帝豪集团的少爷，那你来我们公司干嘛呀？当然是为你而来呀，姐姐。少爷，您没事吧？他就是这家集团的总裁罗美好，有点意思。